大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欢迎来到新马泰美食节目。最近天气变热，大家都会想吃一些冷品。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个人见人爱的越南和泰式的甜品，叫切泰。能享受一杯色彩鲜艳的水果甜品，真是一件开心的事。我们下次见。